满了垃圾。加油。嗯。你去淡薄淡薄行出去玩。他清理了。慈济关怀护理阿海与两位学习迟缓的女儿，因为不善于整理居家环境，于是志工动员协助大扫除。因为我们要他们住得舒服嘛，然后他不卫生，你看他的皮肤，皮肤病。我把它拨出来，外口没人往自己买。在过程中，小女儿却不愿意清掉纸皮，志工灵机一动，向隔壁邻居借了一个秤来安抚她。有时他心情好，他就叫我们带回去环保站咯。好像现在收集多了，他就自己拿来卖哦。好心的邻居就借我们称咯，把那个纸皮称了哦，然后我们就照那个价钱算给他咯。我们是觉得不用紧啦，总之他是会做回收，好过去把它丢掉哦。从2005年关怀至今，母女三人对于环境卫生的意识依旧不高，但大家始终不放弃。而现在，他们也学会了翻转手心助人。给他慢慢乖起来，改次他才会好啊。台新闻由金贝马来西亚报道。